完了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我就正常行驶了，怎么就变成我不会开车了？路就这么大，你不会往后面开了是不是？赶紧，那正是你瞎开了呀！我瞎开的呀！不让啊，怎么了？不是你不让，我们耗着呗，你别走，我别走。哎，谁怕谁呀？来啊！是要打架吗？赶紧的朝旁边挪一挪去，听见没有啊？哎，我就不跟你动手啊！看不起我娘了是不是？夏弟，你谁啊？你是我的偶像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过来啊！偶像，你别过来！我跆拳道、空手道都是黑带，警告你啊！画我呀！你画我呀！神经病啊！我想做你新作品的男主角，我们一起去创作更好的作品，更好的作品。走开！你谁？不要画我呀！不要过来！啊！你画！别笑我女神！别笑我女神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变态！停下！你不能动他！起来！抓他！他没伤我女神！我死掉！姐姐，别动！受伤吗？好了好了，别怕了，有我在呢。别动！你看他！快把他抓走！他是猥亵人的变态！他才是猥亵的！你们给我来一趟！我让他保护你！走！怎么样，还能走吗？快点！走吧。慢点。嗯。什么狗屁粉丝啊，资深粉都不算粉，再让我看到见一个挥一拳送他去吃牢饭。某人不是自称自己是跆拳道黑带吗？怎么刚才没一拳解决一个？我那是被吓傻了，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心理变态，视觉冲击太强了，不然我可以一脚把他踹飞。还很疼吗？我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我这可是光荣印记。你看，你旁边多个男朋友多好，关键时刻替你摆平垃圾。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啊。不能当你男朋友的话，我当你保镖也可以啊。要不我现在就学跆拳道，练个红带黑带，实在不行再去学个自由搏击。再不行的话，那我再学一个泰。你要盖了章，你就不能反悔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。你道什么歉啊？我没觉得委屈，只是我今天才知道，你小时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，很难想象你是怎么过来的。没关系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
我们两个怎么变成互相安慰了？是啊，过去都过去了，走吧。伊人，我想跟你聊聊，有时间吗？去吧。不是说好单独聊的吗？他跟过来干嘛？真是煞风景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挺好的，我们也很好。那就好。我要问的问完了，没事了。你就没有问题要问我吗？你和于晴是认真的吗？怎么，你这么问，吃醋了？你别多想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是真的喜欢他，就要认真对待。如果只是因为他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，你就要慎重考虑。不要给他希望，又让他失望。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出现在那个地方吗？所以那天我如果没有遇到于晴的话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一直说是我救了他，实际上是他救了我一命。原来李哲还想过自杀。所以和于晴的那次遇见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真的很感谢他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一切，幸好都已经过去了。没有人知道，